技的创新随着人类的需求而日新月异，同时也引领着全球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台湾则因为拥有着完整的产业链结构与坚强的研发技术，所以在全球市场上从未缺席。在各种制造产业中，汽机车产业无疑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照明更是与驾驶安全息息相关的重点之一。现今汽机车产业的照明要求，除了需要有高环保绿能与高能源效率以外，还需保有因应市场潮流与创新技术的使用弹性。而台湾广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是此领域中的佼佼者。广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与研发中心设立于台湾，并以此为基础向全球化市场快速发展。目前主要全球生产据点为台湾高雄冈山厂、台湾高雄燕巢厂与中国上海广敦厂。同时为提升客户服务与管理效益，海外营运中心与发货仓库也陆续成立。公司专精于 LED 照明模组、风扇控制器、电磁阀、车体控制模组与 EMS 之专业技术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并以自有品牌 QMPC 行销全球，客户时机遍及海内外。自成立以来，屡次克服逆境，以稳健的速度逐年成长，并以多项高于期待之研发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快速在台湾与国际上获得广大客户认同与支持。尤其是在台湾四轮房车与二轮机车上，皆可看到广美生产制造之产品，如最广为人知的台湾高铁和 GoGoRo。在国际品牌中 ，BMW、Ducati、Yamaha、Navistar、蔚来汽车等国际知名大厂也常看见广美科技的身影。其最主要的因素，除了源自于公司完善的高阶软硬体设备与优异的研发设计能量以外，严谨的制程管理与设计验证流程，皆让产品之稳定与可靠度有着高水准的表现。对于广美科技而言，技术服务与生产制造同时为两大密不可分之核心项目。技术服务主要分为各式 LED 模组设计开发、电路设计与解决方案、可靠测试三大面向。当客户提出产品需求后，则依产品标准设计流程进入技术服务之主要阶段。其中设计验证的机制与能力，则在其中扮演着设计可行性与否之重要关键。完整的设计验证机制包含了 IQC 进料检验与 OQC 出货检验两大主要项目，每一个项目皆有其主要执行细项与要求，进而借以达到有效确保产品可靠度之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让产品品质得到有效控管，公司内部同时设有多间 TOP 认证等级之实验室，可执行项目包含静电试验、电源传导耐受试验、电源传导干扰试验、大电流注入耐受试验、环境气候试验及寿命试验，并于2018年12月建制完成 R1 辐射干扰实验室，借以有效确保客户要求及缩短设计初期之试验时间，且可出具 TOP 认可实验室 TOPPA 专用零组件报告。专业的制程管理与稳定提升的产能，
无疑也是企业长期在市场上保有高度竞争力重点之一。目前厂区主要产线共有六大类，分别为 SMT 产线、DIP 产线、阻力产线、FPC 产线、Snap LED 产线与 AI 产线，配合 MES 系统的层层把关，使得各层级上的重点环节皆能透过完整的反馈系统，在质与量上获得准确数据分析与最佳品质控管。除此之外，制程设备的持续导入也是确保品质提升的一大关键。产线上除了设有完整的现代化生产设备以外，其他例如应力测试剂、2.5D 量测仪、N2 产生器，或是配合客户及品质的需求导入专用设备，使得产品品质的细节与自工程能力不断升级。领先的技术服务、优良的产能与品质管理，让广美科技除了在市场上获得广大支持与各种国家及企业奖项认可之外，同时也陆续取得多项国际认证，包含 IATF 16949、 ISO 14001、 ISO IEC 17025、 ISO 14064、CAPA 认证与产品认证 ECER10、 PAS 2050、 2011等等，并于2018年10月领先同业率先取得 ISO 26262认证，更于2019年获得车用软体开发 ASPICE 之认证，使得车用功能安全管理、产品开发在软硬体设计层级与制造能量皆能获得有效控管。另外，在全球市场上，广美科技也取得美国、欧洲、印度、中国、日本、越南、台湾等地之多项国际发明专利，并于2012年12月当选中华民国第35届创业楷模暨香福奖，接着于2016年10月获得第25届国家磐石奖的殊荣。持续以坚强的创新技术为基础，与客户共同携手迈进，秉持着诚信服务、专业技术、创新发展、品质第一的精神理念，我们持续向追求卓越与永续发展的目标前进。而在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善尽企业责任，鼓励雇佣弱势，并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凝聚以人为本、关怀社会之企业文化风范。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广美科技将持续以创新研发技术与品质坚持，和所有合作伙伴们站在一起，面对挑战，共创佳绩。